主料：白粮40克，黄豆40克，辅料：枸杞10克，清水、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黄豆洗净，杂粮洗净，豆浆机放入适量清水，放下黄豆，放下杂粮，放下枸杞，按干豆剂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外邪时热，脾湿有湿机泄泻者忌服枸杞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